请问地铁站在哪儿？请问去王府井怎么走？ 请问一下，到王府井还有几站？ 要多长时间？ 请问百货商店在哪儿？ 一直往前走到十字路口，往右拐。先坐四号线，然后在西单站换一号线。 还有三站。 大概要10分钟。 过马路对面那座楼就是。